你怎么都没有来上康熙啊？因为没有机会啊。你有愿意上过别的谈话节目吗？没有人约。那你有跟杨丞琳在一起过？你来康熙的时候没有防范到主持人会问感情的事吗？可以不用回答，这题也不用回答。为什么？好，我们对看好了，对看好了。好了，有跟他在一起过吧？你就说就朋友就好了，就是朋友。你少啰嗦，你我的节目你在那边。先不要。好，那邱泽，如果你跟一个人交往，结果你看他脸已经不嗨了，就是分手日子到了吗？还是要看状况吧。所以不是那种一察觉到不爱就说嘿我们分吧。因为你当时跟杨丞琳好像是两个人嘛。